歡迎大家出席香港辯論超級聯賽常規賽第三輪賽事。今日嘅辯題係取消關愛座利大於民，正對賽雙方為正方，保決會上至英文輸贏，而反方係麥瑞蘭輸贏。 而家由我哋介绍双方辩员，正方主辩冼海晴，正方一副李欣，第二副辩马子谦，而结辩系吴欣乐。 李普華，下一副係温子權，第二副辯係楊樂明，而結辯係文健。我哋好高興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嘅賽事評分。 佢哋分別係崇真書院粵語辯論隊總顧問華羅斯華老師。第二位係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粵語辯論隊副隊長。好，因為你嗰位暫時未聯絡到，我係中大前辯論員蔡勝龍。 第三位係華英中學辯論隊教練徐淑文小姐。而本場比賽分為主辯、公辯一副、二副自由辯論及結辯共六個環節，發言時間係4、3、3、4。公辯則為每方兩分鐘。 而自由辯論則為每方3分鐘，每次發言時間結束前30秒會有1叮作提示，而夠鐘則有2叮提示，而超時15秒係會有連叮記行。而詳細賽規之前已經發布咗俾各參賽嘅學校，請問雙方有冇問題？ 冇嘅話，咁而家請正方主辯發言，你有4分鐘嘅時間，跟住係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時間，跟住。正方主辯發言時間，你有4分鐘時間，跟住將俾有請嘅人解釋。各位大家好，關愛座設立嘅目的係為咗俾有需要嘅人士乘搭交通工具嘅時候有位坐，藉此推動讓座風氣。 群官全球，有需要嘅人士可以歸納為4類人，包括孕婦、老人、殘障同埋負傷者。然而喺實際執行上，關愛座演變成為批鬥座，小至口角之爭，大至網絡攻審。本身只係屬於鼓勵性質嘅關愛座，演變成為一種你唔讓座就等同於唔尊重、會俾人批鬥嘅社會風氣。關愛座原意徹底扭曲。故此，衡量辯題嘅標準為：取消關愛座之後，可唔可以減輕社會分化？ 促進社會和諧，取消關愛座令到大家影響兩大利處。第一，減少批鬥文化。成員關愛座設計者鄭桂興所言，關愛座設立嘅本意係鼓勵讓座，並非劃分界線，限制邊啲人坐得，邊啲人唔坐得。換言之，除咗頭先提及過嘅4類人之外，任何人都可以坐喺關愛座，只要見到有需要嘅人士嘅時候，及時讓座就已經足夠啦。 而关爱座扭曲成为批斗座，不论任何情况、任何时段，只要你唔系贴纸上面嗰4类人，一旦坐咗喺关爱座，随即受到批斗。以香港为例啊，2019年2月21日，一个孭住沉重书包嘅学生喺巴士坐咗关爱座1个站，见到年纪较大嘅乘客上车，已经即刻让座噶啦。点知系被一名企喺隔篱嘅中年男人闹，最终要车长调停，事件先至停息。 再睇下台灣，2019年3月28號，一個女子乘搭接近翻屋嘅時候，覺得頭暈作嘔，因為感冒同埋經痛。
你嘅當事人會唔會無啦啦受到批評咧？定係你哋覺得佢哋俾人鬧係應該嘅咧？第二，重回讓座本意，讓座係一種美德，但係從來都唔係一種責任。但不論係自願性質定強制性質嘅關愛座，正正就將呢份美德變成咗一個理所當然嘅責任。先講強制性質啊，喺美國紐約地下鐵路推出咗罰則制度，唔讓出關愛座俾有需要嘅人士嘅話，將會被罰款，甚至行政拘留。喺加拿大多倫多，亦喺交通條例中訂立附例，訂明關愛座上面嘅乘客，如果唔遵照指示讓座，就要被罰款加幣235。明明讓座就唔係一個硬性嘅指標，但偏偏就變成咗一個道德嘅枷鎖。再講自願性質啊，正如頭先所講，關愛座加強咗批鬥嘅文化，看似自願嘅關愛座都只不過淪為糖衣毒藥。根據中理情指數聯同光明社生命及兒童研究中心合作分析香港關愛座嘅情況，訪問接近2000名嘅學生，80%嘅受訪者表示認為坐喺關愛座上面受到嘅壓力比坐喺普通座嘅時候多。73%嘅人更加表示，就算冇人坐，就算冇人都寧願企，唔會坐喺關愛座。喺台灣，無論車廂有幾擠迫都好，優先座都經常丟空㗎。背後原因都係因為，就算冇罰款，都會受社會無形嘅道德規範而影響，而唔敢坐。可見廢除關愛座，先至可以減低社會依個道德規範嘅壓力，從而減低批評，重回讓座本意。唔取消關愛座，只會有更加多嘅批鬥事件，為社會帶嚟難以逆轉嘅影響。相較廢除關愛座嘅弊處，保留同埋推動關愛，實情加劇道德批判同埋批鬥，取消關愛座明顯係利多於弊。最後想問下遊方同學，關愛座點樣批鬥咗？多謝各位。正方發言時間係4分18秒，有休息。而而家就請反方主辯，你有4分鐘嘅時間，如果準備好，請向計時。主席評判在座位，大家好。其實有方台實都唔同意呢個關愛座嘅原意，只係質疑啲執行上面嘅問題。故此今日衡量辯題準則就係在於關愛座能唔能夠達成佢原本嘅目的，並且為有需要嘅人士並提供適切嘅設施。而今日我方反對辯題嘅原因有二：第一，無助市民理解關愛共融。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提到，如果要追求關愛共融嘅層面上面，政府只係單單講嗰兩句嘅教育同埋鼓勵係冇用噶。如果乜都唔做，缺乏市民去親自實踐，情況係唔會得到改善。日前設立關愛座嘅原意就係在於向市民宣揚關愛嘅信息，透過市民親自讓座俾有需要嘅人士，務求達至關愛共融嘅呢個願景。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喺2016年所做嘅調查正正指出，現時有63%嘅有需要人士表示，佢喺乘搭交通工具嘅時候曾經有俾人讓座過。對於喺未有關愛座之前嘅2008年，當時沙田區議員彭愛蘭做嘅調查指出，只得32%嘅有需要人士表示曾經俾人讓座。由此可見，關愛座嘅設立嘅成效顯著，通過鼓勵市民讓座，先至能夠真正宣揚得到關愛嘅意識，比起你單單嗌兩句口號，乜嘢都唔做更加為實際。以電視上面介紹廣告為例，呢啲廣告嘅好處就係在於佢唔係只有同你講可卡因帶埋會帶幾多嘅禍害，而喺廣告最尾會同你講，叫你打1800呢一個電話。而呢個電話嘅重要性就係要你去實踐，去踏出第一步，嘗試戒毒。而今日要宣揚同埋教育關愛呢個嘅概念，就需要設立呢個嘅關愛座，俾機會俾市民有機會去實踐關愛呢個嘅概念。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做幾多嘅宣傳工作都完全冇用噶。第二，違反聯合國公約精神。根據聯合國殘疾人權專利公約第9條，社會上應該有各種嘅無障礙設施，以建立共融嘅環境。香港作為呢份公約嘅締約國，一直都需要設立唔同嘅設施，為咗去便利唔同嘅人士。例如喺馬路側邊設置咗黃色嘅盒，去方便市民同埋殘障人士。其中一款嘅黃色盒裏面有振動器，以唔同嘅振動模式代表唔同嘅行人路嘅狀態，作為輔助視障人士過路之用。可見香港已經係有相當嘅配套，為咗輔助社會上面唔同嘅人士，而每日流量有1300萬人次嘅公共交通工具，一直致力為唔同嘅人士提供最理想嘅環境同設施。例如，為咗方便以輪椅代步嘅殘疾人士，
上落巴士，巴士公司就係喺車門上面加設上落板，而港鐵公司就加設咗呢個闊閘機、升降機，方便唔同嘅人士出入閘口上落月台。而2009年，港鐵正正意識得到車廂裏面並冇相應嘅設施，於是就去到車廂入面加設關愛座，並且表明目的就為咗令到港鐵內部都能建立一個無障礙嘅環境。而九巴喺2011年之所以引入關愛座，原因就為咗提升巴士安全，減少長者因為心急落車而受跌親嘅風險，所以喺車門附近增設咗呢個關愛座鼓勵讓座。結果2011年涉及長者嘅巴士意外總數按年減少咗10%，涉及長者喺車廂入面失平衡嘅個案喺同期亦都減少咗15%。如果今日取消咗關愛座，唔單止會令到唔單止會違反聯合國嘅公約，同時都會失去咗建立無障礙社會嘅契機，喺共融方面走翻回頭路。而喺最後，我就想問一問下有方同學，你哋同唔同意關愛座嘅原意？如果你哋同意嘅話，點解你哋唔係喺現行嘅措施入面係修改一部分嘅細節，而係要將成個關愛座取消咗佢咧？多謝大家。反方主辯發言嘅時間為3分41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應辯環節，應辯一方係可以自由挑選對方嘅辯員回答問題，並打斷對手嘅發言追問。回答方不得反問，亦不得打斷應辯一方發言。如有違規，應辯一方可以即時指出，評判認同係可以直接扣分，每次1分。如應辯一方如常發言，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而請評判注意，填寫公辯分數時係要特別留意填寫嘅次序，特別係反方分子第一格依發言次序係回答分數，第二格先至係發問分數。好，而家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作公辯，請你自由選擇反方嗰位辯員接受質詢。好，正方公辯開始，你有2分鐘發言時間。啱啱咧，有方台嘅主辯咧就提到呢一個同品一類比咧，話有呢個一百六嘅指示啦。相反有方啦，現時咧關愛座都會叫人讓座嘅，咁呢一個係咪又係一個行動咧？係啊，咁所以今日關愛座咪正教啲人要讓座啲咁。冇錯啦，即係今日有方都知道咧，關愛座係叫人去讓座咧，但係因此咧，呢一個係實行到嘅時候咧，有方呢一個類比都講唔清楚啦。更何況嘅係咧，如果係就咁叫人讓座嘅時候，咁點解又要特登去設立一個關愛座咧？快提車先喂！咁嗰2008年只有30%嘅人士60%，係咪成效？有方同學，但係原來咧後面咧係有更多嘅批鬥例子嘅。我哋睇下，因為香港咧有呢個青年咧坐完之後俾一個中年大叔去批鬥，即使佢讓咗座都俾人批鬥嘅時候，有方係咪覺得呢個好合理？2018年4月嘅時候，一個男子坐喺本座，因為唔肯讓座都俾人批鬥嘅時候，方同學就取消關鬥之後就唔會再批鬥先。首先有方咧唔可以唔反問我方問題啦。另一方面咧，有方咧都要同我方咁現今想問有方咧，現之前冇批鬥座得普通座位嘅時候，有冇呢啲問題出現？佢就係同有方討論公司得普通座位，啲人唔識讓座，啲人唔知道佢讓座時候得30%，反正現時有60%。即係有方咧都知道啦，有呢、這個有讓座啦，但係執着於點解關愛座係一個唯一嘅方法啫，係咪啊？咁我仲有咩方法先能夠教啲小朋友讓座先？嗱，有方同學睇翻先。原來關愛座而家做緊嘅都係教育，既然有教育嘅時候，點解要做到呢一做埋關愛座咧？因此有方同學咧呢一點咧都講唔清楚啦。再睇下人權，有方所講嘅人權公約啦，咁有方咧就話可以便利到唔同嘅人士噶。嗱，想問有方啦，一啲有需要嘅人都俾人批鬥，係咪便利咗佢哋咧？咁因為有方有關以前執行唔到，因為優化有方咯，咪可以叫啲有方同學答翻個問題先。究竟而家有一啲經痛嘅問題，人生需要呢一啲人便唔便利？有方同學佢哋取消關愛座唔係解決辦法，咁佢取消之後都會有批鬥重運㗎。現階段關愛座有一個標籤嘅問題嘛，有一啲人性需要嘅人幫助唔到，甚至俾人批鬥埋嘅有方，所以有方同學佢係當全部都係本座，當啲人性需要人坐喺個位同一樣嘅時候，都會俾人批鬥多解釋。方議員最前發言時間，咁而家有請反方，而家輪到反方公辯，請反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請你自由選擇正方嘅辯員接受質詢。好啦，想問有方同學，而家除咗關愛座之外，喺香港對於關愛呢個概念嚟講，做得好定係唔好？
做得好好啊！我見到咧，而家咧喺好啦，咁嚟先。今日我見到咧，做完嗰個座之後咧，我哋由以前嘅讓座咧係三成，到而家六成係咩讓座？所以咧，有方同而家都只係得六成啫，係咪我哋要再做好啲夠？有方同，原來關愛在香港咧做咗10年㗎啦，跟住咧好啦，睇住先。今日有方同關愛在討論性，但問題咧，今日我問有方同，除咗關愛在之後，我哋咧仲有冇啲做得好嘅教？請有方同而家舉例子。嗱，好明顯咧，做得好嘅關愛在咧係有嘅。點解咧？因為我哋見到咧，原來好啦，嗱，請有方同答問題先。請而家俾啲例子我，究竟除咗關愛在之後，有啲咩係教做得好？咁我啱啱要講例子咯，你又打斷我，而家又同你講啦。咁我哋今日見到咧喺地鐵車廂入邊咧，原來咧都會有一啲貼紙提示大家咧，提示大家要讓座嘅。好啦，有分落話有貼紙要提示讓座，所以啲貼紙除咗喺關愛座之外，仲有邊度會有呢啲貼紙啊？嗱，原來咧呢啲貼紙唔係喺關愛座上面嘅，係喺普通座位上面嘅，只要你有一米。好啦，有分落咧就台灣普通座咧都有啲叫人讓座嘅貼紙，我嗰陣未見過啦。不過唔緊要嘅，有分落今日咧從來咧都。冇答過，究竟除咗關愛之外，仲有啲咩咧係能夠令到啲人咧係真係有關愛呢個概念嘅？今日我方同最鬼講咧，就係見到以前有三成，做完關愛之後咧，讓座咧就變咗六成啦。所以今日咧，我見到關愛就有佢嘅成效，但問題就係而家做得未夠好，所以就要繼續做教啦。好唔緊要，有分同學有批鬥問題，所以就要取消關愛。所以有分同學現時政府經常俾人擺住個批鬥，所以有分同學而家要解散政府。等等先，有分同學，你即係俾我講埋先，嗰個讓。讓座、關愛座等等概念問題。唔係，住先，而家已經完咗啦。想問有公台，而家政府經常俾人擺上網批鬥，係咪要解散政府？嗱，個問題咧，政府俾人擺上網批鬥原因係因為政府可能有啲政策上做得唔好，所以咪。哦，有公台都話政府有啲政策上做得唔好，但係譬如啲其他嘅政策都有其他人賺嘅時候，因為有公台好奇怪，公台話取消關愛座能夠解決問題，但問題就因為批鬥文化風氣壞。而家公建環節結束，係輪到正方一副，你有三分鐘嘅發言時間。如果準備好，可以請問計時員同事。主席、評判有方唔係主角位，大家好，嚟到一副嘅位置咧，唔難發現有方係得一個立場嘅啫，就係咧關愛在咧現況底下咧，只係幫到一啲有明顯身體特徵嘅人，所以咧佢提早嘅咧，只不過從來都係一啲無障礙嘅環境。簡單啲嚟講係乜嘢咧？即係經痛咧，我幫唔到你啊！啱啱洗完身啊，都幫唔到你啊！你冇得坐位，哎呀陰功啦，咁你冇得坐啦。有方學嘅立場底下咧，只係幫助到一啲有明顯身體特徵嘅，而另一方面咧，其實有方學喺公辯環節咧，亦都從來冇解釋過咁做。關愛座呢十年入邊，佢關愛座有方學咧嘗試將上升組嘅讓座嘅成效完全歸咎在關愛座上面，但有方學同時都冇可能反對到，就喺呢十年入邊教育同宣傳都一直做緊啊嘛。有方學必須同我方論證，點解你所講嘅三成成效必然全部都只係關愛座成效，而並非教育同宣傳嘅成效？有方學必須割裂兩樣嘢同我方論證，先可以證立到有方同學嘅辯題。而今日睇下有方同學咧嘅準則係乜嘢先？有方話咧今日咧關愛座做得好唔好咧，就要睇佢原本目的好唔好。我方都承認嘅，關愛座原本咧係希望咧可以鼓勵人讓座，咁呢個目的當然好啦。但實際上佢有冇做到呢個目的先係重點。而今日我方見到咧，原來正如我方啱啱方面所講，就算你讓完座之後，你都會俾人批鬥嘅。有方唔好，即係就算你坐喺關愛座上面嗰陣時咧，非法惡事端嚟嘅，你都會俾人批鬥。我哋就睇個例子啊，不如就喺呢一個曾經咧就有一個小朋友咧就坐喺呢一個關愛座上面啦，當時係非法惡事端嚟嘅，但係佢阿哥見到佢坐喺嗰度咧，第一時間佢講咩？唔好坐啊，會俾老人家批鬥㗎。即使你而家好，佢都唔可以坐，因為會俾人批鬥。呢個例子正正反映咗，就算嗰陣時非法惡事端，你坐咗落去，你的確有需要人士，你都要俾人批鬥。個原因就係因為咩咧？你身體冇明顯特徵，同有方學一樣咁冷血。而睇有方學今日兩個論點，首先有方話咧無助市民了解關愛共融，所以咧市民就要親自實踐啦。但問題有方必須同我方論證，市民今日真係有親自實踐啊嘛？睇下呢個入網Live Door 嘅調查顯示咧，原來咧日本做咗關愛座之後咧，有六成人係唔會去坐關愛座噶。咁想問有方學啊，人哋連關愛座都唔坐嘅時候，點樣讓座啊？點樣實踐啊？關愛文化體現咗喺邊度啊？呢啲有方必須同我方解釋清楚。而有方學第二個論點話咩違反聯合國嘅公約啦，要替做一個無障礙嘅一個環境啦。嗱，等等先，有方學替做無障礙環境，咁即係呢件事咧，淨係幫到啲有障礙嘅人啫喎。有障礙係咩啊？坐輪椅嗰啲啦，我見到你有障礙啦，但係咁我想。
想問啦，咁經痛嗰啲人點算啊？係咪幫唔到先？咁係咪除咗淨係幫呢啲有障礙嘅人之後，關我仲乜都做唔到咧？呢啲我可能都要的確嚟解釋清楚，而將衡量翻利弊。今日咧取消咗關我座有啲咩利處咧？關我座變翻做普通座位，而喺大家都肯讓座嘅前提底下咧，關我座咧就正正可以做翻個普通座位俾大家一齊去讓座啦。而咧關我座呢個標誌唔再存在，你坐咗落之後唔會俾人鬧。今日正正就係取消關我座嘅利處。如果有座位，正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8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反方一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如果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最偉大紅先嚟佔2點，咁啊有分判第一組啊。現時咧，幫助就係幫助啲有明顯身體特徵嘅人，咁嚟經痛嘅人咧坐喺關座做啲咩推動？咁我問有分題就係，當佢取消關座之後，當啲經痛嘅人坐喺普通座位，當個人過問佢讓座，結果佢唔肯讓座嘅時候，咁都會俾人批嘅時候，請問有幫助取消關座點樣能夠解決呢個問題咧？啊，再幫有分就話現時咧由三成讓座去到現時6成讓座咧，唔關關座事嘅，可能係宣傳教嘅。但今日分題講嘅。咁我宣傳教應該做啲咩？佢要實踐啊嘛，咁咪雙管齊下咯。你今日就係教小朋友讓座係唔足夠噶嘛，咁咪需要做嘅係咩啊？喺講聽明提醒小朋友要讓座，今日之後關愛在用的唔係咁啊嘛。所以我今日講就係2008年嘅時候，雖然要做宣傳教啦，覺得3成人都讓座，佢現時做咗關愛之後，有6成人讓座嘅時候，請問方學呢個就關愛在成效，點解你睇唔到咧？再講啦，今日方學同意咧讓座呢樣嘢係啱嘅，佢都同意關愛在原意係好嘅，咁佢又擔心執行上做得唔好。佢第一個例子就話啦，現時取消關愛就係減少有批鬥嘅文化啦。咁佢舉咩例子咧？就話有一個女人咧就身體不適，結果就俾孕婦去鬧佢話佢唔肯讓座。咁我問有方牌就係、是，當全班管座嘅時候，佢坐喺個管座位唔肯讓座俾個孕婦嘅時候，都會俾人批鬥，都會俾人攻勢嘅時候，請問有方牌咁取消關愛點能夠帶嚟呢個利處咧？再講啦，今日方牌講以前2018年四月嘅時候咧，有一個港鐵男仔去要求坐一個捧座喺度，雖然係捧座，但係佢唔肯讓座俾個孕婦，結果都係俾人攻心，結果都係俾人批鬥受。請問有方，當全部都係捧座，又都會批鬥群牌受，有方點樣論證？因為取消關座就能夠消除呢個批鬥嘅風氣咧？嗱，再講係有方第二個點就話啦，現時關座咧唔係贊嚟嘅，可能點解強制嚟喎？應該似美國咁。咁我方係當時香港做點啊？佢鼓勵讓座，從來都唔係逼人讓座嘛。咁啊，方講美國你做乜嘢咧？嗱，再講係有方在現時80%嘅中學生咧坐關座嘅時候壓力就好大啊。但係咁啊，做一個調查，我方睇過。當中得2成中學生係支持取消關愛座，點解為咁？因為當中中學生都明白到咧關愛座佢設立嘅必要性啊嘛。因為我方台講係當全部都係捧座嘅時候咧，其實中學生都係會唔敢坐嘅。我只可講就點解？因為都係坐一個捧座，都係影響上，都係影響上擺上我公勢嘅時候。請問有方台今日就算取消關愛座都有批鬥文化嘅時候，點解就能夠解決你所講嘅問題呢？再講啦，今日方台就不斷台講話，有時有啲冇明顯身體特徵嘅人咧坐喺就會俾人批鬥，咁所以而家點做咧？咁我方台講點解唔可以優化咧？例如你啲有需要嘅人士咧，可以入港嘅時候咧，可能入閘時候攞張卡啦，表明係有需要嘅時候，當入閘當佢坐呢個關愛座嘅時候，啲人就會知道係有需要，咁咪唔會攻心佢咯。請問有方台就係當你都同意關愛座原意係好嘅時候，點解你今日唔係做嘅？因為改善執行上問題咧，當今日啲人攞住一張有需要嘅卡又坐嘅時候，咁啲人就會批鬥嘅時候，點解呢個唔可以優化嘅方案咧？再講啦，今日我方點解同你講話要設立一個無障礙嘅環境？因為聯同我都同你講話，我哋要幫助啲便利啲有需要人士啊嘛，就嚟輪椅。點解現時咧港鐵油巴士都有啲專俾輪椅擺放位置？今日其實就算冇嘅，啲人都推輪椅入去坐嘅。不過以前唔會咁做，原因就係希望有一個位置專俾佢哋入去坐，希望能夠方便到佢哋啊嘛。所以都請教方下餘日成日討論先啊。咁我當然啦，全部咧好在取消關注之後都有批鬥文化，餘能夠解決你所講嘅問題咧。多謝各位。反方一副發言時間為3分04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跟住係正方二副，你有3分鐘嘅發言時間，如果準備好，請向計時員示意。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二副嘅位置咧，今日有分同學咧，從來都冇同我方論證過其他國家噶。然而，辯題章入面根本咧冇規限到，只係要講香港，因此有方咧都承認咗其他國家嘅例子啦。另一方面咧，有方又講到話呢一個無障礙嘅問題啦。但想問有方啦，我方公辯嘅時候同一副都問你啦，經痛呢一啲都係有需要噶，咁佢又無障礙咗喺邊咧？有方同學冇回答到，有方咧都知道啊，呢一啲咧隱性需要嘅人士根本關愛座就幫唔到。再者就點樣呢一個座位咧點樣無障礙咧？有方同學咧嘅無障礙口講咧，只係要一
個座位嘅時候，原來普通座位都做到嘅時候，所以有方啦，求嘅係一個座位，係咪呢一個嚟住就係關愛座先特獨特帶到嚟咧？因此咧，有方咧嚟到呢一個位置咧，就可以用三組詞語概括下有方嘅立場，先連帶一組詞語自相矛盾。今日咧有方同學就話講到咧，坐到邊度咧都會有關愛座噶，而係坐到邊度咧都會有批鬥文化啦，話咧普通座都會有批鬥嘅問題。但咧原來咧有方其實退一步嚟諗啊，都明白咧現時關愛座係存在住呢個批鬥嘅問題啦。但還原基本部啦，點解批鬥文化又會喺車廂之中發生咧？就係因為呢個關愛座之後就有批鬥文化咯。反觀翻以前冇批鬥同冇關愛座嘅時候，又有冇咁多批鬥嘅例子咧？因此當個因原來係關愛座嘅時候，最緊將自己實行嘅弊端咧擴散到去普通座位度啦，取消關愛座先可以阻止呢個情況惡化。唔通有方又認為咧呢個批鬥文化擴散咧係一件好事咩？再言第二組詞語錯誤歸因，今日咧有方就講到話咧呢一個關愛座失之所以成功咧，係因為咧有呢一個又係作為一個教育啦。但想問有方啦，關愛座咧呢個成功咧係咪淨係得呢一個係作為一個教育？唔係，今日我方見到佢呢一個變咗一個強制性嘅措施，你一坐落去，你坐落去嘅話，你就會俾人批鬥啊嘛。所以我咪選擇唔坐，企喺度俾啲人坐，咁先可以真正做到讓座，唔使俾人批鬥啊嘛。今日有方都知道原來咧個讓座率係升咗咁多，究竟係出自於真心啊，係歸於一個責任啊，定係自愿性美德咁樣去讓座咧？有方同學咧都冇解釋過噶。再者咧，而家咧有大個哈哈笑嘅貼紙咧黐咗落個座位度，廣播同你喺度巴士地鐵廣播叫你話讓座俾有需要嘅人士。想問有方啦，呢一啲教育又係咪真係冇成效咧？有方要撇除嘅係，究竟以前係咪都係冇呢一啲教育、冇呢啲宣傳、冇呢一個座位嘅時候咧，係咪又完全真係做唔到嘅例子咧？而我方咧都見到啦，根據呢個青少年與讓座文化問卷調查咧，八成中學生咧都話啦，佢就算冇關愛座都會讓座嘅時候，有方嘅地處去咗邊咧？最後就係直線邏輯。今日有方話關愛座可以推廣到關愛嘅概念，令更多人咧主動讓座。但如果關愛座真係勁到咁嘅時候，點解2016年啦，台北就有近萬人咧因為關愛座引起不必要嘅糾紛，然而就喺參與呢一個聯署咧，廢除各項公共運輸交工具上嘅博愛座設置咧。嗱喺有方眼中，關愛座咧係帶嚟話呢一個推廣關愛風氣咧，同埋唔違反呢一個人權公約。但衡量咧，然而關愛座帶嚟嘅實質係標籤批鬥。首次引起社會矛盾嘅時候，因此便係今日主持嘅各位。好，正方以副發言時間為3分16秒，有需時係需要扣分。跟住係反方以副發言，你有3分鐘嘅時間。如果準備好，向計時示意。有方都留意副或者有台灣有80%中學生咧改坐關愛座好大壓力，但我方一永同組委講咗啦，要問咧係咪支持取消關愛座嘅時候咧，得20%支持啫，點解啊？因為呢班學生連啲學生都知道關愛座幾咁重要，關愛座對於有需要嘅人士係真係係對於呢班有需要人士係真係重要，真係幫到嘅時候，所以咪正正論證到今日唔應該取消關愛座咯。但最緊要好，今日有方同主嘅時候開劈頭講目的係咩咧？就係要幫有需要人士。可能嚟到一二副或者就問翻我方緊而家係咪準教？我咪同咗最鬼講，而家咧嘅關愛座做咧就係教，所以今日咧真正覺得需要逼啲人讓座咧係有方學，因為有方學目的自己強嘅話咧，要令到啲有需要人士有位坐。好啦，嚟到二副咧，今日有方學打翻一個論點嘅啫，個論點咧就係今日咧同佢講話會係咁俾人批鬥，所以今日有方學成場比賽講咧就係批鬥批鬥同埋批鬥，有方學覺得批鬥咧就係好大問題啦。但問題就嚟啦，咁我哋見到咧而家做完關愛座做咗10年啦，我一見到呢個成效咧係好明睇到嘅，就係由以前嘅30人會讓座變咗而家60人會讓座。好啦，但問題就嚟啦。跟住見到成效咧，由咧咁顯著嘅多咗一倍。但問題就係今日教育都未做得未夠好嘛，今日唔係全香港人都知道，我哋都知道關愛呢個概念，佢都會讓咗嘛。所以今日我咪要透過關愛座呢一樣嘢，而將呢個教育做得更加好咯。所以今日有方同佢講咧，佢話咧我哋咧漢字嘅呢個關愛座係自願，但係認為呢個道德責任。但係而家今日有方同佢講就係變為道德責任，唔係因為關愛座啊，而係香港人本身佢中意批鬥嘛。譬如見到政府做啲可能啱，可能唔啱，唔知有方同立場係咩啦。但係就算唔啱都好，佢都會擺上個批鬥。譬如今日當有啲大陸人拎行李。
俾落嚟嘅時候，又會俾人批咗嘅時候，咪正正顯示到今日呢個批鬥嘅文化並唔係因為關愛在而嚟，而係本身香港人中意批鬥，香港人中意去批判人哋咯。所以今日有方國，所以今日我方問有方國公辯咧，現時嘅教育做得唔好嘅時候，今日有方圖咧都唔能夠俾一個清楚嘅答案我，因為有方圖知道今日除咗關咗之後，我見到我哋嘅教育就係做得唔好嘛。咁我見到我哋教育除咗有方圖，就算有方圖講嘅人量嘅貼紙係真係有，咁究竟佢嘅成效喺邊度呢？今日見到我方主編同有方圖講最佳教育就係實踐，就介紹講過嚟做例子，有方圖都冇否認過㗎。今日有方圖知道今日最佳教育就係實踐，我用實踐嘅方式，用關愛做呢個方式，去令到啲人真係知道關愛係乜嘢嘅時候，所以今日我哋咪要繼續保留關愛做，唔應該好似咁取消咯。所以今日有方圖一副台講咩，佢就話我哋淨係幫啲，淨係幫到一啲明顯身體特徵嘅人。好啦，首先咧有方圖咧都否認唔到，今日咧我哋咧係真係幫到呢啲有明顯身體特徵嘅人嘅。而跟住係今日有方圖講一啲經痛啊，譬如啱啱唔知做完啲咩令到佢好攰嘅時候咧，今日見到呢啲人，佢見到佢坐普通座位，見到有啲譬如孕婦啊，一啲老人家入嚟嘅時候，佢唔讓座，佢都會俾人批鬥啦。所以有方圖呢個梗係關愛座問題，但係香港人本身批鬥嘅問題咧。所以今日有方圖二副咧同佢講話關愛座之後先有批鬥，咁咧。第一個問題咧，就係我哋本質上香港人中意批鬥啦，而家住嘅係按照有方圖邏輯，因為坐喺普通座位都會俾人批鬥嘅時候，所以有方圖係咪全部都要取消普通座位？有方圖講最好嘅錯。反方發展時間和三分零八秒，冇超時，唔會扣分。現在進入第二題的環節，雙方各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當有關發言時間完畢，本人會宣布另一方正言時間，各方可自由派出之後可以話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如本環節結束時，在場人士發現有辯員從未發問，該辯員所屬的一方將會每位評判扣除五分。請問雙方有冇問題？如果冇自由辯論環節，而家開始，請正方派出咗一辯員首先發問。有分學關愛做嘅本意係咪你咪實踐讓座？係有分學，想問有分學，而家做咗之後由三成變咗六成會讓座，想問有分學呢個係咪成效？但係方頭先個例子已經講過去，因為教育同埋呢一個方向從各見到嘛。但係咧今日唔難發現，有方淨係睇香港啫。我方今日一副同你睇日本，話日本咧整咗方向之後咧，有六成人唔夠膽坐方向，咁樣有冇實踐？八年之前咧都做宣傳，都做教育，不過得三成讓座，顯示咗方向之後六成讓座，啲有咪成效嘅方向？有方同學唔好淨係講香港啦，我直接問你日本教育宣傳方向乜都做曬啦，但係咧六成人唔夠膽坐方向，有冇實踐？湖南有方學費唔到願意係做實踐教，所以今日咧，無論係咩地方做實踐教咧，就算做得唔好，有咁咪真係要成效問題啫。咁咪同你講，而家可以講下香港咁，唔係逼啲人讓座，有方學美國逼人讓座啊嘛，變咗唔逼人讓座，咁咪冇問題。有方學同唔同意？有方同學，願意梗係一定好啦，因此唔好再同我講關愛座嘅原意係點，而係具體實踐係點啊？邊一支文化衍生批鬥文化衍生，有方同學從來都冇回應過啦。再者，啱啱有方二副都講到咧，話香港人中意批鬥，啱啱而家關愛座俾多咗一個工具佢哋批鬥，有方同學承唔承認？係有方同學，我哋見到嘅就所以將所有關愛座變成咗普通嘅座位之後，批鬥文化仍然會存在喎，係咪有方同學？唔係啊，唔係係批鬥文化都會存在，但係問題係咧，關愛座咧係多咗一個工具，冇咗關愛座少咗批鬥，而實踐有方亦都講唔過去。好，我哋講批鬥，今日係咪關愛座俾多咗機會啲人批鬥？即係有方同學已經承認咗關愛座即使取消都好，都會仍然會存在批鬥文化，批鬥文化係咪？係啊，但係個批鬥文化會減輕咗，因為原來關愛座咧係加強咗批鬥文化嘛。我直接問你係咪加強？保安座位都會俾啲人批鬥，因為你嘅取消保安座位全部都企有方學。唔係啊，方學，今日我哋同你講咗好耐啦。方學，即使你坐喺上面，跟住你讓座，你都會俾人批鬥；而你做緊一樣好嘢，你都照俾人批鬥。所以問題就在於取消咗之後，少咗呢一個少咗一個加劇批鬥嘅工具。有方學亦都講唔過去啦。跟住再問有方學啦，今日你覺得咧，如果取消如果唔做教育宣傳，我有咩更加可以做啊？唔係喎，我只有方學得多一個佢有俾人批鬥，就係佢取消啊。保安座多咗取消，因為以前當我人坐喺保安座就俾人批鬥，我只有方學生喺個全民都歧視。唔係啊，方學，我同你講咗好耐啦，關愛座咧佢做緊一樣錯嘅嘢，加劇咗批鬥，咁所以未取消咯。但係想問你啦，咁今日普通座位有批鬥，有方學自己知道，關愛座加劇咗批鬥，你都知啦，咁點解仲
取消關愛座。好啦，跟住有分同邏輯，有批鬥加劇，所謂加劇批鬥咧，就都要取消。所以有分同而家咪中國人嚟香港嘅批鬥需要取消單程證，禁曬中國人嚟香港旅行，有分同得罪。咁反問有分同啦，你係咪覺得取消呢一個單程證係對於香港最好？唔係有分同答問題先，因為根據有分同邏輯，今日有批鬥就等於要取消，所以有分同係取消單程證，禁曬中國人嚟香港旅行。今日有分唔明白咧係。有方，今日有方，我方所講嘅咧係要加劇呢個批鬥文化啊嘛。然而你本身冇呢一個批鬥狀，係我方承認係有批鬥文化，但係加劇咗有方同埋睇清翻現況咯。好啦，所以今日有方同你都反對唔到，今日我哋見到係有批鬥就等於要取消呢樣，有方同你都論證唔到啦。好啦，唔緊要，所以有方同你一句實在話，淨係幫啲明顯失格性嘅人，咁係咪就已經幫咗啲關愛座嗰要讓座嗰四個人啊？好，我哋講清楚翻批鬥先。點解今日普通座位唔應該取消咧？原因就因為你坐普通座位，你讓座你會俾人鬧；但係你坐關愛座，你讓座你會俾人批鬥，你冇承認。好啦，喺2018年四月咧，我跟住同大家講咧，喺2018年四月咧，有個人坐普通座位，佢因為自己本身隻腳有啲痛啦，咁佢就唔想讓座，咁之後咧就俾人批鬥，所以有風流。而家普通座位都有批鬥，所以有風流要取消普通座。咁係咪坐關愛座佢人批鬥機會多啲先有？係啊，我今日都同你講，但係你今日坐冇著怪怪，就都會俾人批鬥，點解可能取消咁樣解決問題？佢就係可以減少批鬥咯，有方法。唔係喎，方華如果佢減少批鬥，而家全部台都取消，但係方華唔係咁啊！你話唔反對呢一種方法，所以我方華佢優化呢個方法係俾啲有需要人士去攞張卡，如果係有需要就採方同埋點咧批鬥咧，呢個係一個更加可以做法先咯。有方華而家關愛賽嘅問題就係標籤咗嗰四類人，嗰四類人唔係自己大曬啊嘛，咁啊去批鬥其他有需要嘅人士，99%嘅情況有方華建議。咁所以有方華係咪而家普通台就唔會有呢啲情況？唔係啊，方華其實講咗好耐啦，已經就係講今日關愛座你坐咗落去之後，你會就算你讓座，你都俾人批鬥，原因就係因為你唔係嗰四類人啊嘛。但係普通座位有冇呢個標籤係？好啦，所以有分同咧，我哋只要有批鬥咧，只要任何無論本質幾好、執行上幾好嘅有分同咧，只要有一啲嘅批鬥，有分同都覺得要取消，係唔係？有方我唔係啊，今日我方面嘅係關愛座帶嚟嘅係標籤文化，令到所有人咧都有一坐落去咧，唔係嗰四人就俾人批鬥嘅時候，有可能睇唔到嘅係標籤文化，好耐唔再喺呢個戰場上糾纏啦。所以有方啦，多倫多嘅例子同我哋講話變咗一個責任，有方點樣解釋？唔好挑戰場先，有分學頭先有分學成曬，我哋本質上係好嘅，成我哋有成效，由三成變咗六成。跟住有分學而家個個咧，唔係啲有一個好嘅一個本質，有好嘅成效，跟住咧有少少批鬥咧，有分學就話唔應該取消，所以根據有分學邏輯，今日關愛座咪應該取消咯，係唔係啊？再問你一次，六成關愛座空曬係咪？有分學嘅六成關愛座而家同我講，但係個問題就係，因為我見到香港嘅時候，佢見到呢個例子同人講話，我哋有成效由三成讓座變咗六成讓座，因為就係成效有分學。再咁係今日有分學點承曬本質上係嘅好處同埋承曬我哋有成效，咁佢唔應該取消關愛座啊？有分學，我方從來都冇反對過話本質係壞㗎，本質確實係好，要睇佢實際係點啊。標籤文化、批鬥文化，有分學又見唔到。係啊，所以頭先問咪有分學係咪本質好，跟住有成效，咁跟住有批鬥文化，有分學講要取消，有分學話唔係嘛，咁當有分學成咗本質好有成效嘅時候，咁咪有批鬥咪唔應該取消咯，係唔係啊？講咗好多次啦，六成空曬，多謝各位。正方已用盡其發言時間，而反方尚餘一秒時間，可自由派出辯論發言。有可能反對唔到本身翻到最後嗰一邊嘅最多成分，最多唔成效。反方嘅發言時間已經接近完，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而家係辯論環節，雙方辯論有一分鐘嘅準備時間。
備時間結束，先由馬剛結辯。你有四分鐘的發言時間，如果準備好，請向計時板致意。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有方同學在這場比賽裏面，由頭到尾都打住關愛座，就是批鬥座的旗號。理論正的關愛座是需要被取消，但然而我們想深一層，造成批鬥問題的又是不是真的關愛座呢？事實上，人類最喜歡的就是批鬥。就用香港人所謂的共同敵人內地人來做例子，內地人經常都成為香港人批評、抨擊的對象，他們的一舉一動都被香港人挑剔、辱罵。點解有呢個現象出現呢？會唔會係因為佢哋講普通話，而我哋講廣東話呢？用另一個例子啊，早前喺網上出現咗一篇俾人熱傳嘅貼文，貼主係今屆文憑試嘅考生，因為唔不滿去坐喺後面嘅考生貼業大聲咗啲，就因為咁嘅小事喺網上批鬥嗰一名考生。呢兩個例子證明到啲乜嘢呢？就正正證明到香港嘅社會嘅批鬥文化。人類社會的批鬥文化已經可以是根深蒂固，批鬥根本就是人類的本質。因此有方同學認為取消關愛座就可以消除批鬥的文化，這個無疑是過於天真的想法。要客觀地衡量關愛座保留的價值，我方認為可以從過去、現在和未來三個方針來作為標準。過去就是關愛座設立的原意，港鐵在2009年推出關愛座，而城巴、九巴、電車也接著將一部分的座位劃為關愛座。關愛座本來設立的原意有兩點，第一就是要鼓勵讓座給有需要的人的這個信息，而第二就是提供一個無障礙的設施給有需要的人去使用。由此可見，設立關愛座的出發點是要幫助社會上的弱勢人士，推廣關愛的信息絕對是出自善意。好啦，咁喺呢個時候，有方同學就會問我哋：關愛座嘅原意本來固然係好嘅，但係設立關愛座有冇實質嘅成效呢？咁我哋就要睇下現況啦。2008年，即係關愛座仲未推出嘅時候，只有近32個巴士嘅有需要人士被要求經常會有人讓座俾佢哋。但係去到2016年，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嘅做嘅調查，就發現有超過60%嘅有需要人士被讓座。呢、這個正正就係證明關愛座實施以嚟有功效嘅鐵證，事實話俾我哋聽。關愛座是有需要地令到社會上真正有需要的人得益。那好了，現在關愛座成效好、本質好，但是有少少批鬥的問題出現。有方同學們都承認了關愛座是本質好和成效好，但是是不是就是因為少少的批鬥問題而出現就要取消了整個關愛座呢？這個無疑是斬腳趾避沙蟲的做法。好啦，最後我哋要睇下未來，亦都真係關愛座保留之後會達成到啲乜嘢。無可否認嘅係，社會上面的確係存在住圍繞關愛讓座呢一個問題嘅爭執，但係就係因為咁樣，我哋更加應該要保留關愛座。教育嘅最好方法就係實踐關愛座嘅保留，可以發揮教育嘅功效，進一步宣揚讓座呢一個美德，喺香港人嘅心目中種下幫助別人嘅種子。有班同學。批鬥的問題，這個是從來都存在的。為什麼關愛座會變成批鬥座呢？是因為香港人的劣根性，就是因為香港人孤寒、只顧自己，不肯捨己為人的心理，才會導致到社會上面對關愛座的爭議。如果有關同學犧牲問題的核心的同時，更加只會犧牲了真正有需要人士的權益，令到香港距離無障礙社會的終極願景越走越遠。多謝各位。馬方同學發言時間為3分33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最後由正方結辯，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如果準備好，請向計時器示意。幫到人啦，但你仔細諗一下，所有政策設立出嚟都係好嘅。我方
關愛座本身，但政府實行之後又產生嘅問題，都係同一個政策好與否嘅重要指標。有方成長根本冇答過我方，咩兼顧緊人性傷害嘅問題，關愛座點幫到佢哋？即係同我哋講，咁取消咗之後都有啲問題產生㗎啦，取消咗係冇用嘅。所以有方其實有方準則根本就係為咗設立關愛座，就係為咗幫人。但其實有方真正要同我哋論證嘅就係關愛座點樣幫到啲人性傷害人，而唔係真係同我哋講話其實取消咗都冇用㗎啦。其實有方真正係要解決問題嗰一個咯，反其道質問我哋方。其實因為有方根本就冇睇清辯題，有方反對我哋取消關愛座，必須論證到關愛座嘅不可取代性。然而成場比賽，有方都淨係同我哋講咗關愛座嘅好處，所以喺有方眼中，係咪雙子座有優點嘅嘢都可以保留，然後我哋再忽略佢嘅缺點咧？第二，批答問題嘅起因唔等於關愛座嘅本身嘅問題。有方都話啦，批答問題根本就係成個社會唔可以解決問題，取消咗都冇用。有方根本成場都喺度避問題，從來都冇答過點樣解決批答問題，亦都冇解釋過點解批答問題同呢個政策好與否係冇關係嘅。關愛座嘅產生必然係條導火線，佢係成件事嘅始作俑者。解決問題要追根溯源，唔通有方從來都唔明白咩？所以取消關愛座先係更好咁解決紛爭，細到紛爭細風極下等嘅問題都可以大大避免。其實今日咧，我方唔否認原本嘅係有批答問題嘅，但問題就係在於關愛座就係加劇咗條批答問題啊嘛。嗱，第三啦，關愛座咧係等於呢個俾咗啲有需要人士無障礙設施，但其實無障礙設施咧普通座位都做到嘅喎，現行底下市民意識都做到喎，關愛座係咪多咗一樣嘢出嚟咧？但其實咧。所謂中華民族嘅傳統美德，係指中國五千年歷史流傳落嚟，有益於下代嘅優秀道德遺產。而關愛座咧，就正正政府用嚟推廣人愛嘅超級武器，希望藉此推廣社會嘅關愛文化，佢就互幫互助警方。然而，我之所以稱關愛座超級武器，唔係因為佢嘅成效有幾大，係因為喺佢用嚟執行任務同時，濫殺無辜，矯枉過正。小則咧就一啲冇明顯特徵嘅人得唔到幫助，大則咧就成個社會嘅風氣受到影響。事實上，教育咧都係循循善誘，有方都識得話啦，關愛座原意就係一個軟性措施，令到人去識得讓咗嘛。但係批鬥文化其實到頭就係將呢個關愛座變出個硬性措施，逼人去做一樣嘢。咁呢個係咪有方想見到嘅咧？其實培養美德咧就係要循循善誘，有方想促進市民嘅惻隱之心，我方絕對可以理解。但關愛座一定唔係一個好嘅方法。當今日有方將呢個超級武器對住市民嘅時候，我哋今日就要企出嚟認紅救美，帶大家重回和諧社會。多謝各位。正方演辯發言時間為3分25秒，無超時，無需扣分。比賽告一段落，大家請留在原位稍等。要留意的是，最佳辯論員是需要額外評分，每位評判是請先選出三位表現較佳的辯員，再分別給次分數。最佳一位是得3分，次佳一位得2分，餘下一位是得1分。
中大辯論嗰個蔡少雄啊，好，因為你知我都誒賽會負責人，我就講咗先，跟住可能我嚟開睇下其他點樣開場嚟嘅問題。咁咧誒，咁啊你申報啦，我都有 prep 正方嘅，係咪？咁加上咧，嗱，佢正方可能有着數啦，我反而多啲，但係調翻轉你之後要求公平，因為我諗到嘅你諗唔到嘅咁啊，咁就我要公平嘅啊。嗱，正方做得好嘅咧，即係起碼我諗唔到咧啊！你哋即係識得將批留嗰樣嘢咧，關愛座係喎，讓咗都俾人批，咁呢樣我 prep 嘅時候都冇人跟諗到，係咪咁啊？但係咧，我估正方有啲嘢咧，其實我都預咗反方失衡嘅啦，攻守嘅問題。我又覺得以正方又清得唔算好利落嘅喎，甚至即係去到尾你啲有啲就係清唔到。誒嗱，當然即係我覺得我清到啦。咁但係嗰即係你啲價值觀呢啲社會科學嘅嘢，你決定我算唔算？因為我又俾下意見你嘅。譬如咧，就去到嗰個位咧，即係就係攻守。冇喺冇關個座都公審係啦，而家嗰啲西裝又無啦啦俾人公審。嗱，我哋最後咧傾完之後咧，經過一個禮拜咁樣去傾咧，我就覺得嗰個本質已經唔同。喺關愛座咧，你公審嘅係嗰個人，咁我哋最後咧就用針對人，唔係針對社，針對坐咗關愛座嘅人啊嘛。冇咗關愛座之後咧，就針對事唔係針對人，因為其實呢一影，除非你真係淨係影一個人啦。如果唔係批鬥咧，係成排點解冇人約係嘛？係針對事，唔係針對人。而同一時間，甚至影嗰個啦，影嗰個如果係坐喺度嘅，其實我都笑埋嗰個影嗰個，可能你掛住影你又唔樣係嘛？即係我估嗰個本批鬥的本質已經有少少唔同。咁我哋覺得即係阿南咁樣講咧，嗱搞反光，反光都殘酷嘅，咁講真咁大客觀係嘛？但係正常我估已經反光可能會一亂咧，即係我估辯論冇咧就係咁。即係你搏完啲嘢，對方繼續碌佢原本準備嗰句就反方輸，但係如果反方跟住都照搏喎，你本質上即係睇下佢即係有人反應啊，咁但係如果拆到咧，咁即係你遇著高手啊，抵輸啊咁樣，係咪先？另外我哋後屘 pack 到多一樣嘢，你睇下大唔大啦？呢個我覺得即係可大可小，就係話，因為咧我估你哋市區學校嘅情況唔多，話説咧我哋嗰條區啲學校咧就有輕鐵呢家嘢嘅。繁忙時間經常出現一個現象咧，五個學生圍住個關愛座個位唔敢坐，因為你知啦，即係哇，你熟真嘅同學坐，跟住咧，我陳瑞知啊，你陳瑞知嗰啲幾衰嘅坐翻咁樣，就對視，結果就五個學生塞喺條通道度，就冇人夠膽坐。其實我哋覺得係個車廂嗰個考慮啊，空間善用都成為咗一個問題。跟住你知其實個婆婆喺遠處有嘅。但係佢根本逼唔到埋佢坐啊嘛，因為你五個學生大家圍喺度孭住書包，大家都唔想坐嘅。個婆婆第一佢望唔到嗰個位已經有冇人坐啦，第二即係佢唔逼埋佢啦。其實即係完全浪費曬個空間。咁啊嗱，我唔知你市區巴士嗰啲會唔會類似嘅情況？即係我覺得嗱，或者關愛座的正規性咁呢啲嘢都可以諗嘅。咁當然就今日做得最唔好咧，咁我估你知啊，做得最唔好係咩？兩個啊，大佬十分啊，大嗱，即係我覺得今日即係我估結果即係賽果唔明顯嘅，其實各有優劣㗎。你呢啲話你超十分嗰下咧，即係有機會嗱，我唔知啊。你知唔知而家嗰啲計分方法，我哋真係要用 Excel 先知道。我俾完我真係唔知邊邊贏㗎嘛。但係我覺得有機會喺呢度逆轉嘅，可能本來3-0都變1-2啊，或者2-1變1-2嗰種情況嘅可能。好啦，咁但係反方又唔好咁開心喎。嗱，我估咧就係、是。你哋做得好就識得簡化邏輯，係嘛？就係嗰種嘅對方其實個邏輯係即係都係公審啫，係嘛？啲辯出得最清楚，前面有出，但係我估嘅都正常嘅，就啲辯即係啲半底嗰半成咁樣係嘛？即係但係我估嘅都考你哋前場應該好清楚出個邏輯咯，原意啱有利弊，哦你擔心少少副作用啫，即係嗱呢一種嘅結構點樣前場都清楚啲咁，我估好嘅。但係我覺得唔好咧，其實對方亦都拆咗你少少嘢咯，譬如話。2008年未有嘅成30%嘅，啊去到唔知幾時就60%嘅。其實對方問咗你一句嘅，咁就係、是、其實你點樣證明呢樣係直接歸因於關愛座咧？呢、這個當然可能你都真係證明唔好嘅，所以你哋避咯。但係即係從我嘅角度，其實啱嘅喎，係嘛？其實我哋不斷都宣傳緊禮讓噶嘛，即係話從你方嘅角度咧，其實咧你冇關愛座咧，呢、這個數字本身都由30%升到40%，升到50%嘅。我哋 pack 嘅時候，我哋會覺得關愛座係有額外嘅少少利處，但係嗰種利處就係逼你帶嚟嘅。你事實冇關愛座咧，啲人嘅公民意識、讓座意識本身都可以提升噶嘛。即係呢樣嘢咧，咁對方又問你一句，咁但係我都明咁反正常你論證唔到啊嘛。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嗱，即係呢啲位又係啊，你哋反方，但係問題你明咧，你好似得呢點係咁，呢就係碌嘅。
三零先六成，即係究竟係即係係啦，你明白啲嘢同期出現係咪就係全部嗰個原因？我覺得你係可以諗嘅。咁最後就我估講多一樣隱性需要，其實咧我就覺得正方無啦啦撩咧，其實我就覺得有啲危險嘅，係嘛？因為但係調翻轉反過來啦，點樣捉翻佢哋 ？OK， 因為我哋正我 cap 正方咧，我唔諗係隱性，但係我會用隱性需要做一啲例子嘅，但我唔會用嚟攻對方，因為就算你明啦，你取消咗關愛族都幫唔到隱性需要嘅。咁我覺得即係隱性需要咧，我哋好大嗱，正方攞嚟攻，但係調翻我唔知即係反方又對於呢樣攻又即係當冇乜嘢。其實我覺得呢樣可以大聲問話，你取消咗呢樣嘢，你點幫隱性需要？因為對方好似幾大個 point 嚟㗎嘛，係嘛？咁但係我覺得隱性需要咧，即係取消咗之後，即係對於啲驚痛少女受傷運動員同埋嗰啲啱啱做完化療嘅人，其實即係都係冇幫助嘅。即係變咗，我覺得正方理論上係大 point 嚟嘅。咁有少少意見嘅，即係。係啦，雙方好，咁啊，我哋場先啦。哇，發財先，快啲！好長，哇，多謝你。因為咁咪要賠錢啊！好，係。而家要請徐淑敏小姐去雙方。係啦，係啦，係啦，好在係啦，因為我唔見咗幾千蚊。我嘅意見同方法都係一樣啦。第一樣嘢，我覺得支持呢個真係要發言啦，因為講真句，佢係你哋諗呢個十二月六嘅嘢，其實係唔會幫你加到嘅。就算你冇咗嗰句 last deal， 你真係講話其實對於你成個結構運用得會唔會快好多，下風波會唔會快好多，其實會係大嘅。因為你整體係你成個 work， 如果你為咗嗰句 last deal 最後損失咗五萬，呢個係變咗你同我對好幾個都好難賣。所以大家要小心。第二樣嘢就係我會覺得好認同頭先講一樣嘢，就我成日聽正方睇一樣嘢叫隱性需要，咁你就會嘗試去逼對方去論證。而家關愛咗幫唔到隱性需要，但係當你今日同我講你係論證緊取消關愛咗利大於弊嘅時候，我就會諗咁呢個係咪取消關愛咗嘅利處？呢樣嘢係咪一個利處嘅利處？咁同時嚟講，佢對於關愛咗嚟講，佢可能係一個不足，但係佢都不止係一個弊處嚟嘅，佢幫唔到，但係佢冇害到佢啊，真心的聲。咁變咗呢個話真係就好奇怪，咁我期望反翻出嚟就係話，咁係咪因為而家未幫到有性需要嘅人，咁就明顯有需要嘅人都講？其實呢句其實我會好期望喺你哋後端度聽得出，因為好直接真喎。如果我而家未幫得曬，咁我就不斷一個人幫唔幫，呢個邏輯係好合理。但係變咗你台上面一啲咁簡短嘅歸納就比較少，即係你呢一類型嘅意思，其實我聽到口才比較少出現。但係變咗啲簡短嘅歸納，好似我就覺得稍微有啲欠。第二樣嘢就係去到正方咧，你提出咗一樣嘢，我覺得你有好特別嘅assumption，尤其是一副同結辯都會提過，就係你嘅前提係假設大家都有讓座意識嘅時候，就算冇關愛座嘅存在，其實都冇問題㗎。咁但係問題係你呢個前提，你無論係冇，尤其是好似人象徵分一副係有提過啊，當有一個前提就係大家都肯讓座嘅時候，咁就算冇關愛座，咁呢班人都會受到幫助，所以今日根本冇關愛座嘅需要。咁但係問題呢個前提你冇論證過咗係，甚至到喺結辯你都會同我講，即係話啊，如果大家都有呢個讓座意識、有呢個道德嘅時候，咁我當然需要幫助啦。咁但係正如正方或者你哋方都有舉到㗎，其實到而家都只係六成讓座，都未去到所謂嘅百分之一百甚至乎更高。咁即係呢個所謂嘅前提根本係唔成立嘅，因為呢個例子你都即係呢一個嘅數據你都認同㗎嘛，即係你唔認同點會完全歸咎於幫助啫。咁所以變咗呢個位，我越聽不到正方，我就有啲奇。因為反方都會話，我承認教育同宣傳係一佢哋一定嘅效用喺度嘅，但係問題係你要需要地方嘅信息，二就係當教育即係二副都有提過，當教育同宣傳未做到所謂嘅百分之一百嘅時候，我哋需唔需要關愛仲要做一個最低嘅保障？即係 at least 有人肯讓嘅時候，我唔使個人本行動嚟賭啊嘛，即係賭有人肯企起身我就冇事。咁萬一佢關愛做俾我咁樣，就係一個最低嘅保障。變咗呢方面嘅處理，我就覺得有啲奇怪。去到 Vicky 嘅位置嘅時候，大家喺成個批鬥文化嗰度爭執咗好耐咧，好糾纏不清啦。其實去到嗰位，我越聽係會越有啲亂，即係究竟你哋係想，即係正如頭先呢位評判所講，覺得啲嘢你哋想講清楚嗰種批鬥文化，咁你一係就好清晰話俾我聽，有關愛著嘅批鬥文化同取消咗關愛著依然出現嘅批鬥文化嗰種。
如果你純粹同我講 degree 上面有啲唔同，即係你話你冇批到得咁嚴重，我會喺度諗係咪真咧？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學生，我當時中學生做最後嘅時候，我都一定揀錯，甚至乎我而家都揀錯。咁我就會諗，其實係咪普通人就冇呢個問題咧？而家普通做都好多人揀錯。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其實呢個位一係你就好似頭先嗰位評判講，你分清楚佢。如果唔係成場 PD 呢個位置上面，我會覺得稍微有啲混亂。咁另外就係數據運用上，大家小心啦。我覺得反方實在太直線，真係覺得只要三成先到六成，就一定係嗰句嘢啦。我覺得你一開始咁樣講，我唔會特別扣你 credit。但係當正方出嚟澄清咗一次，喂，你唔可以咁樣歸因我，咁你再不斷咁樣出，然後又冇任何額外嘅血得，我就會覺得特別有缺口對佢哋。咁變咗資料運用上面，大家要小心啲，有咩個人嘅。多謝徐小姐的言語，最後有請，最後有請羅思華老師做一啲評語。我只係想講一點啫，就即係兩邊嚟講都係有一啲嘢，其實喺你哋嗰個內容上面係應該要講多，或者你哋喺推論上。推進多啲大嘅需求，做到即係可惜啊！嗱，我首先我自己理解咧，個隱性需求嗰樣嘢咧，就應該係講緊，即係佢哋坐落啲凳度，其實佢哋唔需要任何需求，係嘛？因為其實即係我同你都係即係公平啫，即係冇關係係嘛？大家都坐同樣嘅座位咁樣係嘛？咁我就唔需要刻意地即係。一定要讓位俾人啦，又或者其實我亦都唔會因為我坐落去，所以一定就唔會俾人哋批留啦。咁但係如果你坐落去關愛座嗰個俾人批留，可能成會比較高啲嘅。啊，即係你我諗其實正方上係咁講啦，係嘛？咁當然即係喺個即係解釋上可能有少少，即係呢個前兩位評判都有啦。咁我覺得喺呢個位上咧，就反方其實係。全部回應咧，就唔係嘅。其實你哋都提出咗一樣嘢，我聽到咗啦。兩位評判冇講就係你哋有一個叫做即係攞住張卡嗰個制度啊嘛，即係你如果有人係質疑，你攞張卡出嚟俾人睇咯。咁我好想知道其實係點樣樣，即係嗰個做法點樣樣咯。即係係唔係有係咪做得到嘅？呢樣嘢好重要。會唔會有尷尬？因為即係。有人其實韓國嗰啲情況就係係嘛，即係佢坐落去都係批鬥嘅，因為佢就但係其實佢係有隻假腳嘅。咁你即係人哋問佢你做咩坐到張凳，佢熱高隻腳俾人睇到假腳，即係會唔會啲咁嘅現象會出現咧？咁樣即係呢樣嘢其實係有危險嘅，即係係有問題。不過當然啦，就其實正方係完全冇回應過你哋呢個點啦。即係你哋提出咗一樣嘢，係嘗試去修改，因為其實你冇話修改嘅。咁但係你哋其實係冇點回應過呢一點，即係我都覺得奇怪咯。即係你唔理呢個 point 係好定唔好，其實人哋係回應緊你啲即係好重要嘅點，然後你又唔跟進咁樣。咁呢個都係喺即係成場面度嚟講，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咁而另外一個即係我覺得調翻轉頭，我覺得比較可惜嘅就係即係。正方其實有個方咧，就講即係轉變嗰個講緊話有個望障礙嘅概念啦，係嘛？即係其實去到巴士入面也好啊，地鐵也好啦，其實都會有啲所謂嘅望障礙嘅措施啦、設備啊，又有啲黃色地帶、有黃色嗰啲線啊，即係呢啲嘢提出咗好多，咁就難情得個轉變提出喎。其實我覺得我調翻轉頭，你會唔會抽得起翻多少少？唔好講嗰批鬥嗰啲嘢，調翻轉頭走去講多少少。呢樣嘢咧咁樣，因為其實有人都話，即係點解要有關愛座咧？關愛座有個輔助作用，因為嗰啲人係真係唔方便啊，即係佢企喺度係真係唔得啊。咁你係佢係要坐啊，咁所以即係你去強調翻樣嘢，呢樣等同於會唔會就係一啲所謂嘅障礙嘅措施嘅一啲措施咧，即係關愛座。咁我覺得其實你要反而呢樣嘢我講到，即係未必係等同，但係內容近。即係佢講係一個內容嘅，就反而調翻轉頭應該講多少少。
其實佢哋有啲乜嘢作用咧？即係呢樣嘢我成場都聽過唔曬嘅，即係我覺得好奇怪啊！即係講翻啊，就係啲冇又係嘅贊成保留翻就係冇講過啲其他有啲咩作用，即係佢而家企落呢樣嘢嘅，即係咁形象方面。咁可以講多少少咯，即係咁你哋就變咗就要論證就係點解佢冇必要有呢樣嘢，即係點翻轉，即係或者係講翻而家啲研究啊，啊而家好舊，或者其實個造成問題好大，即係呢樣嘢調翻轉頭，你又應該攤談翻佢哋。咁當然即係佢哋嘅主辯講完之後，跟住成場好似冇熱衷嘅去到結辯，重新出現下，就我唔會覺得呢個係反方嘅一個好重要嘅論點啦。咁就佢哋冇呢樣嘢上發酵，佢哋亦都即係扣分上面都唔係好重好犀利啊，即係呢樣嘢。咁但係如果佢呢樣嘢大把嘅時候，你都需要解釋嘅啊，即係啊，到底佢哋咁樣去比較咧唔正確咧係點樣？好，咁啊再講呢個問題啦。咁就我覺得雙方都要注意下言辭嘅，即係有陣時我覺得唔夠小心咯。即係例如話咧，即係正方。呢個時就出嚟講香港一片和諧，即係老老實實講，你哋之前都同意咗，其實香港係有批鬥文化，跟住你出嚟講香港係一片和諧，咁我就真係即刻就有啲感受到啲咩咧？即係呢啲雖然係一啲好緊要嘅事，即係嗰啲緊要嘅嘢我唔會評判嘅，但係呢啲位其實咧。喺印象上，即係我想講，其實係真係印象唔好。即係你講嘅嘢之前好唔同啊，然後又講啲嘢其實好明顯嘅，即係突然間好奇怪，即係之前不嬲都唔係咁講，突然之間咁講咁嘅，即係小心少少啦。咁另外一樣嘢咧，現時係真係喺巴士嗰度係有嗰啲叫做蒙障礙措施啊，因為你有講呢樣嘢，咁即係咩嚟嘅？其實係冇乜點樣去推演啊，咁但係提出咗話有嘅，但係就一句就收尾，咁呢樣嘢我就覺得奇怪啦嚇。當然最後咧，我想講咧，就一樣嘢就係，即係其實有一個位上今日都真係拗咗好多，就係香港嗰個咧係即係嗰個有嗰個所謂批鬥文化啦。其實老老實實講啦，即係我反方今日就舉咗啲例子啦，譬如批鬥文化。我覺得咧，其實呢個未必係可以去到真的，因為即係講真佢哋大陸嗰啲理由唔係因為佢咁單純 ，OK， 或者佢即係你講到話係香港人係好多批鬥嗰啲情況，其實係應該佢舉嗰啲就係我話先係好細嘅，都舉嘅冇批鬥。即係呢啲我覺得會比較合適，因為點解內地人嗰啲會咧批鬥批鬥咁犀利，就係因為有啲社會問題出現。OK， 咁所以即係佢哋係無辜嘅，我知道係真係好慘，但係即係俾人真係咁樣去鬧係好慘。但係問題係即係嗰個係因為真係有啲嚴重嘅社會問題出現啊嘛。咁但係你講如果真係批鬥文化嘅，調翻轉頭應該反而講多啲咧，就係啲好細嘅嘢，佢哋都唔會有啲咩。啊！即係我聽到你哋喺四五個例子入面都可能有一兩個係啲嘢嘅，但係即係你夾雜好多其他理由，亦都唔明顯。咁我反而覺得你反而冇講啲嘢出嚟。咁即係連啲咁細微嘅你都挑剔嘅話，咁即係係咪香港人真係一種文化嚟㗎？你咁講我都覺得係。即係多謝多謝。今日比賽賽果已經喺我手上，而家由我嚟宣布賽果。首先係最佳辯論員獎項，今日嘅最佳辯論員有兩位，第一位係正方一副，第二位係反方二副楊。賽果為正方得票為一票，反方得票為二票。換言之，今日嘅勝出比賽嘅學校係反方特瑞蘭書院。今日嘅比賽到此為止，多謝大家。